指挥中心今天记者会公布，台北市中正区一家防疫旅馆发现有3例个案确诊，目前正在进行基因定序，厘清是否为群聚感染。地方政府展开行动，旅馆内目前已经全数清空。指挥官陈时中也做出最新说明，先带您来听听稍早的说法。员工哈里面有8位哈，他有7位已经是阴性，那1位在检验中。那同楼层的哈，因为这是指的前面两个案子哈，等于是17058、17085，这两个案子，所以他们就当做一个群聚的案件，哈，在做相关的进行。所以他同楼层里面哈有住了这个啊29个人。好，那现在还没有全裁完。好的，根据了解呢，这栋防疫旅馆同楼层住了29人，还没完全检验完，其中1人阳性是按17099。3个个案一出来呢，旅馆就全体清空，也做相关的检验，但时间很赶，检验还不完全，目前还不能说是群聚，但时间上是有关联的情况下，3人从不同的国家进来，基因定序如果相同的话，就可能是旅社群聚感染。目前里面全数清空，将所有人持续外送，持续理清。